立法院16位立委跨党派访问团来巴黎进行访问嘛。罗志政委员更是很有趣哈，他有一天晚上就是请一些人去吃饭，然后那个餐厅的老板就问说，哎，你们从哪边来嘞？他说从台湾来。哦，那时候哦，那个侍者马上讲说，我们很支持台湾，最近这个议题很热。